手机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十分的重要啊，可以说人们的衣食住行呢都离不开手机啊。那随着手机像素的不断提高呢啊，很多人呢也拿手机拍拍照片，录录视频啊，来记录咱们美好的生活啊。但拍着拍着啊，就会出现内存不足啊，手机卡顿的情况。那格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相册啊，可以免费啊原图备份啊，并且是可以无限量备份这个视频啊跟照片的这么一个相册啊。这样呢你就可以把你手机相册当中所有的视频跟照片呢啊一键搬到这个云空间啊云相册里面啊，然后再一键清空这个手机相册啊，从而为手机呢啊节省大量的内存啊，就不用再买这个云空间了，也不用换手机了。当然这么好的事儿呢不是老免费啊，它只有2天的免费领取时间啊。下面呢我就手把手教大家啊如何免费领取这个无限的云空间啊。首先呢点开应用市场啊，苹果手机呢就是 Apple Store 啊，然后搜索一刻相册啊，完了直接安装。好，那安装完之后呢直接打开啊，打开之后呢直接这个勾选底下这个啊，然后这个微信登录呢比较方便啊，直接就微信登录了。那进来之后呢，大家在我手点的那个位置啊输入大写的啊 AAA686 啊，就可以领取这个免费的无限空间了。那激活后呢，你所有的照片和视频呢就全都备份过来了啊，这样你就可以把手机相册当中的照片跟视频删掉了啊，为手机腾出大量的空间。好，那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活动呢仅有2天的时间啊，认为手机内存不够用，想获得这个无限云空间啊来备份视频跟照片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领取这个免费的权限啊，也希望你能把这么好的事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啊，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好，那朋友们，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儿，拜拜。